嗨，大家好，我是卡斯。我们今天要去六福村。那在这个时候，六福村有万圣节活动，然后一个叫做墓碑镇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丧尸游行啊之类的。所以万圣节要到了，耶！好久没去六福村了。然后去六福村的话，在松山机场这边。松山机场。有5350的接驳车可以搭。那车上是你的吗？不是。耶、yeah! ！到了。眼睛睁不开，太好大。我们到六福村了。我们坐好久。超累的，2个小时吧。八点，现在10点半。OK， 2个小时。我们是8点。8点半。对，所以从松山机场到六福村要2个小时。好久没来。我们要去换票了。捡到一根手，握手。好吃哦！飞呢啊！而且还来回3次。它里面包，它是面包。对啊，好可爱哦！然后开箱这个，它是牛排肉，然后这个包是哦，那蛮大的。是牛排肉吧？好可爱哦！很好笑哦。是面吗？有 Q Q 的面包。有弹性的料，就是韩国面包。还不错，蛮好吃的。金满碰碰。站起来，好可爱哦！哎，挖挖挖挖，他以为要挖洞，好可爱哦！好会站哦，多可爱！Do you still dream that we're falling in love for the first time again and again？ 一堆狐獴。你好，你好。
我的新朋友叫做阿满、胡胡、阿丁、丁丁、满满，好可爱哟、哦！胡，你示范一次。Of the things that we've done and the things that we'll do up ahead. We wanted a billion, but still we're together by chance. 招客人来的概念。I open my eyes and I see you. You're there by my side all along. The smile on your face always tells me love came true. Ooh. 吃饭。加班哦！吃饭啊！你要搞个细的。我们要吃牛排。今天晚上我们吃饭的地方在这边，这是牛排馆。谢谢。好的，嘟嘟嘟。暗黑爆米花，秀一下。怎么那么黑啊？还是黑炭口味？我要吃，你小气鬼、欸。我要吃一个焦糖口味。针头要加在哪里啊？饮料里面吧。哦哦，它是针头饮料。好像血哦，幽灵浓汤，这好像是蛋白汤，是吗？回家了哦，很晚。你可以入境吗？很安静。嗯，我新认识的朋友。祝你幸福。他只想要你赶快回家，他要下班。耶、yeah, ，那这样结束了。耶耶，六福村，以前到这结束喽，拜拜。拜拜。